可以来代言的。非常自然一点，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那个用户的调查，在成千上万的这个游戏的这个玩家里面，大家一致推崇了这个游戏费，它得到非常高的这个人气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这个做了一个内部的这个评估，认为它的气质非常适合我们这个产品，所以我想有这两个因素在一起，让我们可以来打造这个千里游艺的物流。好，所以不只是玩家，还有你们支持刘亦菲，以及我们在公司里面一些同事们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刘亦菲，好了，谢谢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，那就是我们要盖一个章，代表我们有个签约的仪式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请两位，以及我们的志鹏，以及我们那个胡志鹏先生，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，我们一起来盖章。这边有一个签章仪式，来，我们定在我们站在中间。在这边呢，亦菲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玩游戏，共创我们的倩女江湖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合作签约仪式，我们请三位能够先拍几张照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请丁先生能够将我们的绿喜盖在网易上面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请我们的胡总能够将绿喜盖在倩女游轮上面。最后，亦菲能够将刘亦菲这个玉玺盖上。好，那我们三个人可不可以一起按着这个玉玺，然后一起拍几张照，好吗？好，这是合作签约仪式，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启动仪式，可以麻烦我们的礼仪小姐能够将我们的卷轴能够卷起来，我们也请三位能够移步到这边来，可以吗？来。三位，来，我们三位移步到这边来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启动仪式，所以邀请我们的丁总，我们代表能够将卷轴，我们三位呢，在我数到三了以后，一起把卷轴摆在我们卷轴席上面，好吗？好的，我数到三，一。2、3，倩女幽魂就在2、3日全面内测开启。好，这边我们的开启的仪式已经正式结束了，在这边也再一次谢谢丁总，也谢谢。